Oh God! Ah, what? I got someone on my thumb. No. 一年一度的 MPB 电影大奖入围名单本周公布，最大赢家就是在台湾超卖座的《熊妈记》，以及正在热映中的《绝杀令》，更以七项大奖领先，紧追在后的是六项的《派特的幸福剧本》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，男主角苏瑞吉的精彩表现终于被肯定，在最佳突破演出以及演得太赞，让人看到岔赛的最让人岔赛演出两奖中入围。今年女主角的入围名单也非常有趣，奥斯卡女配角安海瑟薇将和影后珍妮佛劳伦斯同台较劲，而在奥斯卡导演入围煞雨的班艾弗列克这次入围了男主角，要和刚得到小金人的影帝丹尼尔戴路易斯等一决高下。每年 MTV 电影奖总有几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奖项，像是今年新增的最佳上空演出，猛男一字排开有007、蝙蝠侠，再加上狼人和一只熊，要把票投给谁真的好难选呢。这次典礼主持人将由歌喉赞的胖爱美瑞贝威尔森担纲，会不会有什么惊人之举？4月15号早上锁定 MTV 就知道喽。The MTV Movie Award.